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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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方丈。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各位菩萨慈悲，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在此共同见面，来学习经教。学生吴俊宽在台上学习讲演，在讲演的内容当中，如果有讲的不如法、不圆满的地方，敬请各位同修可以给默学批评指导，感恩各位阿弥陀佛。昨天讲到了释迦牟尼佛跟定自在王菩萨提起了地藏菩萨久远劫以前，在因地之中呢，有一世他的身份呢，是一个国家的国王。在他这个国家的邻近呢，有另外一个国王跟他是好朋友。因为这两个国王非常的有善心，他们知道其他邻国的众生，这些民众造众罪业，所以两个国王呢共同来商量要如何来解救世道人心。其中一位国王他发愿要先让自己有成就，意思就是说他成佛了之后呢，才有那个能力跟本事回来度这些子民，这些其他的众生。而另外一位国王呢，他发的愿不一样，他说啊，要先度尽一切最苦的众生之后，自己才肯成佛。而发这个愿的这个国王呢，他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另外世尊又跟定自在王菩萨讲到地藏菩萨另一个因地之中的公案，在久远劫以前呢，有一位光目女，光目女她的母亲过世了，做女儿的她因为要报答母亲之恩，所以呢她为了她的母亲广修供养。
就是要知道母亲投身到哪一道里面。他来请教一位阿罗汉，希望这位阿罗汉呢，可以来告诉他他想要知道的这件事情。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到下面的经文，看到37页倒数第二行第二句的地方，请看经文。罗汉敏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在身，作何行业？今在恶趣，受极大苦。经文到这里是一段。罗汉敏之未入定观，这位罗汉深深受了光目女的孝心感动，所以呢，他来帮助她。他入定之后呢，去看他母亲的情况。我们晓得，在定中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他可以看到地狱的状况。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罗汉他看到了光目女的母亲确实造作罪业，堕到了地狱道里面，而且受很大的苦难。佛法所讲的法界呢，事实上是无量无边的法界，而我们所称的十法界，这个只是大概来说了，初步来分成十个法界，而我们就是在当中的人法界，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人法界以及畜生法界。可以说在地球上除了人这个动物之外，其他的动物都属于畜生法界。那么这两个法界之外呢，我们可以说啊，根本看不到。那么佛法讲的这个法界，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空间维次。而我们呢，在人道当中是活在三度空间。世间有一些修定的人，他心清净，能够突破时空，就是没有时空的限制。这个人的定功如果越深的话，他所突破的空间就越大。因为罗汉本身呢，他已经没有执着了，他就有这个能力来看到地狱法界的众生。经文又讲到，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在身，作何行业？罗汉就问到光目女：你的母亲在世的时候，他的行持到底是如何？意思就是说，他当初造什么样的罪业，今在恶趣受极大苦。我定中看到了你的母亲，他堕在地狱里面。所以呢，罗汉就来问光目女，他母亲堕地狱的原因是什么？请各位同修，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看到38页第一行第四句的地方。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号十担于鳖之属，
所食于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自情食啖，计其命数千万复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光目女就来回答罗汉的话：我母所习，这个习就是习性的意思。她告诉罗汉说，我的母亲她有一个习性，什么样的习性呢？为好食啖，好的意思就是说偏好喜欢的意思，而这个啖翻成白话就是吃。他讲啊，他的母亲很喜爱吃一些食物，什么样的食物？鱼鳖之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他喜欢吃海鲜类的这些食物。而且他是怎么样的吃法呢？自情食啖，表示他很喜欢吃，一直吃，吃不停的。吃了多少？计其命数千万复倍，讲出了他吃的数量很多很多，没有办法计算的。这一段就是光目女，她很老实的告诉罗汉，她讲啊，她的母亲在世的时候非常喜欢吃海鲜，尤其海鲜当中的这个鱼子、鱼卵，还有小鱼这一类的食物，而且她吃的数量呢数不清。罗汉呢听到之后呢，才知道他母亲所造的业很重，所以呢光目女就请罗汉一定要很慈悲的来帮助他，他想要救拔他的母亲。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晓得吃众生肉有没有罪？我们读了《地藏经》，读了这部经之后，我们一定要觉悟。尤其是像光目女的母亲，她喜欢吃鱼卵，鱼卵这个墨学还没有学佛以前呢，也曾经吃过海鲜呢。鱼卵不是算一条一条的，我们乍看之下好像那个鱼的籽啊给它取出来是一条一条的，其实一条里面它有很多颗的鱼卵，一条当中就数千万的鱼卵，每一个鱼卵就代表一个性命。因此呢，一盘的鱼卵里面有多少条的性命，这个罪业造了多重。因此读了这个地藏经之后，有时候读到墨学都会起鸡皮疙瘩，还没学佛之前吃了多少众生的性命，跟多少众生结下恶缘的。我们要晓得六道之中，我们现在属于人，可是人是这一世而已，来世我们有在做人吗？不一定。那么畜生道的众生，他来世还是做畜生道吗？也不一定。来世说不定他的业报尽了之后，他投胎来当人。那么这些被杀害被吃的众生，将来机会成熟的时候，他哪有可能不报复的道理？佛一再的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想要永远没有刀兵劫，就是说，想要这个世间没有战争，除非众生不再吃众生肉。因此呢，我们晓得为什么世间的战争一次比一次凄惨、严重，伤亡的人数更多。因为这些累积的冤业太重，以后如果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个叫做核子大战。核子战争一旦爆发了，那种场面可想而知，一定不可收拾。这个都是我们造杀业来的。想一想，佛讲的话一定有道理的，不会骗我们的。请各位同学，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38页第四行第三句的地方：罗汉敏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坚塑化形象，存亡获报。经文到这里是一段。为作方便，这个方便就是一个方便之法。罗汉非常同情光目女，他教她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念佛。而怎么来念呢？关键就是在至诚这两个字，用真心来念佛，没有妄想，而且一心称念，这样子做才是至诚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在地藏经上面看到，想要消重的罪业，度最苦的这些罪报，都是靠念佛。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经上为什么没有教他来念阿弥陀佛？因为经告诉我们，这个是无量劫之前，那个世间出现的是清净莲花目如来，那时候还没有阿弥陀佛。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有看到了阿弥陀佛创立了极乐世界，到现在为止多少时间？其实不久啊，才10劫，短短的10劫而已。因此呢，在无量劫之前呢，世间的那一尊佛是清净莲花目如来，就是罗汉的本师啦。这位罗汉当然劝光目女来念他的本师啊。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时期的本师是释迦牟尼佛，但是我们修净土的人，我们不要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本师告诉我们，在这些净土的经典当中，教我们修净土的人念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念阿弥陀佛，这个是世尊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来念阿弥陀佛，就是依教奉行，依教我们本师交代我们的。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来念阿弥陀佛，念这一尊佛就好了，代表我们念了10方3世一切诸佛。当然10方3世一切诸佛也包括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修净土的人要搞清楚，不要人家问你们，你们怎么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们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你们是背叛本师吗？搞错了，他没有对净土的经典了解。而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要很清楚，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在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是我们打妄语
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而且末法时期的众生不要再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了，要念阿弥陀佛才有成就。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这一点要了解，要明白，要清楚，才不会念佛念到临命中的你到底在念什么佛你不知道。经文这里讲的坚塑化形象，罗汉教他呢来造佛像，这个福报很大，因为可以让一切众生见到了佛他的形象。在众生的阿赖耶识里面呢，种下佛的种子，这个功德无量无边。这个就是讲啊，一粒眼根永为道种，这个就是造佛像的功德。存亡获报，存的意思呢，就是活在人世间，亡就是已经死掉的人。那么存指的是光目女，她还活着；亡呢，就是指她的母亲过世的人。就是说啊，他接受的罗汉教他这件事情，来塑化，来塑造形象，佛的形象。请各位同修，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看到38页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的地方。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泣瞻礼，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汝母不久当生汝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经文到这里是一段。经文说到光目闻已，光目女呢，她接受了罗汉的指导之后，她就认真回去的依教奉行，即舍所爱寻化佛像。所爱指的就是她的财物，舍弃她自己的财物，然后来造佛像。悲泣瞻礼，这个瞻礼呢，就是瞻仰礼拜的意思。他来烧香、献花，种种的供养，来瞻仰礼拜，升起的恭敬之心，而且一边拜呢，一边来痛哭流涕。舍所爱的意思是什么？就舍他的财物，表示呢，让他断贪念。贪呢是我们的根本烦恼，可以讲啊，我们众生一切所有的烦恼皆从贪念而来的。所以呢，断贪念就是断一切恶，就不会再造恶了。你会造恶就是因为贪，而来造佛菩萨的形象呢，供养瞻礼，代表修一切善。因此呢，罗汉就是教光目女断恶修善，让光目女呢这样子去做。而她照着罗汉所讲的做了之后，果然有感应。什么样的感应？忽于夜后梦见佛身，她恭敬的供养清净莲花目如来的佛像之后，他的感应就是在梦中，
梦中出现的这尊佛。佛的样子是怎么样呢？金色晃耀，如须弥山。佛全身都是金色的光彩，像须弥山一样又高又大，非常的庄严。这个就是孝心来感动这尊佛的加持，而佛放大光明，这个就是佛光来普照。而告光目，乳母不久当生乳家。佛就跟光目女讲了，梦中来指引她说，不久之后你的母亲她就会到人世间来了，她可以脱离恶道，因为是你舍财造佛像，供养的功德很大，让你的母亲的重罪消灭了，所以不久之后呢，他会出现在你们家。裁决饥寒，即当言说，意思就是说呢，他的母亲会出生，而这个小孩出世之后呢，一感觉到饥饿寒冷，他就会说话了。各位同修，这个是跟我们一般的情况不一样，哪有小孩子一出生感到饥饿感到寒冷他就会说话的？如果是的话，我们看到就吓死了，以为是妖怪。但是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堕胎。下一段我们再来解释什么叫做堕胎。请各位同修，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第39页第一行的下面。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儿乃言说，其手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蒙如福利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13，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无脱免。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其后家内必生一子，这个情况完全跟佛跟他讲的话是一样的。这个婢的意思呢，就是奴婢，奴婢就是佣人的意思。光目女她家里面的佣人生了一个小孩子，而这个小孩子呢，就是光目女她的母亲死了之后堕到地狱，然后出离了地狱来堕胎的。所以呢，跟之前梦中佛所讲的完全是相应的。这个堕胎的情形是这个样子的，奴婢呢，她在怀孕的时候，其实肚子里呢是怀着本来另外一个孩子的，而这个小孩子跟奴婢的缘很浅薄，他只在他的肚子里面怀胎10个月而已。10个月之后呢，其实这个小孩一出生他就死掉了，就是本来肚子里面这个小孩的神识已经死了。而这时候光目女的母亲呢，刚好从地狱里面然后出来，他的神识就借着死去的这个小孩子的身体，这个小孩子他的神识死掉了，可是这身体还在哦。那照道理这个身体应该就断气要死掉，可是这个空档当中呢，光目女的母亲她的神识就过来了，然后入到了这个小孩子的身体，这个叫做堕胎。
因此呢，光目女的母亲呢，她没有经过十个月的堕胎之苦了，所以她之前的事情，前生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正常来讲呢，一般人是堕胎，什么叫堕胎？怀胎十个月，这个叫做堕胎了。我们所讲的胎育之苦，十个月当中，这个小孩子啊，就好像受到地狱的苦一样。母亲喝一口冰水，他就冻得要死；母亲喝一口热水，他就好像在油锅里面受这个油锅的煎熬。因此经过了十个月的时间的折磨，这个小孩子一出世啊，他把生前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的。有些其他的宗教信仰讲到为什么小孩子会忘掉前世，就是说他要来投胎的时候喝那个孟婆汤啊，有的人这样子讲啊，其实佛门不是这样子讲。佛门是讲，因为这个小孩子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要怀胎十个月，这个叫做胎育之苦，他把前生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了，所以一生下来他前世到底什么事情他都不知道。你我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前世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在自己的母亲里面就是受到了这个堕胎的胎育之苦。经文又讲到，未满三日，儿乃言说，这个佣人生下的小孩才三天而已就会说话了。说什么话？起手悲泣，告于光目。起手呢就是点头了，小孩子看到光目女呢就跟她点头，还跟她讲，马上会讲话了，三天而已。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这个是讲到他死了，虽然没有多久，可是呢他堕在地狱里面所受的这些罪业呢，这些苦真的好像是度日如年啊，他时间经过很久很久的那种感觉了。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时间只是抽象的概念，时间不是真实法。就好比一个公案，我们中国古代的小说有一本叫做《黄粱梦》，当中的主角呢就是一个读书人，他是秀才。然后他在白天呢做了一个白日梦，在那边打瞌睡，做的这个梦的时间很短，多短，在旁边煮一锅稀饭的时间都还没有煮熟。可是呢这个秀才在梦里面他已经经过了20年的时间，表示这个时差很大了。他醒来那一锅粥都还没煮熟啊，锅要煮熟至少也要20-30分啊，可是他梦里经过了20年的时间。因此呢，光目女她在人世间过的时间没有多久，她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已经感觉过了好几劫了，他母亲的感受是真实的，所以那种痛他还记忆犹新。母亲他呢久处暗冥，这个就是时空的感受不相同的关系的。在地狱里面受罪是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呢。光目女的母亲她又讲到，蒙如福利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13，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无脱免。
这个就是他来告诉他的女儿，我因为受到你造佛像所修供养的福报，才能够脱离地狱，现在才得到人生啊。可是现在是一个下贱人的身份，我是你们家奴婢的小孩啦。因为过去的宿业非常的重，虽然我现在得到的人生可是短命，只能活13岁而已。因为这是受到你修福报来供养佛，我才能够出离地狱。可是呢，我活不久，13岁之后啊，我仍然要受我过去世的很重的宿业，要堕入恶道。那么他的母亲就来求他，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救我啊？他请光目女来想想办法救他，不要让他在这个人世间活了13岁之后又要堕入恶道了。请各位同修，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看到39页倒数第三行第三句的地方，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而白婢子，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恶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以是业故，为何解脱。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光目女听到了她的母亲，也就是现在这个小孩子跟她讲的话，她确实知道了是她的母亲又到人世间来投胎了。因为之前梦中佛有告诉她，所以她相信这件事情。哽咽悲啼而白婢子，光目女呢知道了这件事情，感觉到她的母亲非常的可怜，所以呢就含泪来问她，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她跟这个小孩讲，你既然是我的母亲来投胎的，你应该知道你自己造什么样的罪啊，才会堕在恶道里面。婢子答言，这个奴婢所生的这个小孩就回答光目女，以杀害毁骂恶业受报。他讲了，他在生前有来杀害众生的性命，喜欢吃众生肉，特别喜欢吃海产，而且他又毁骂佛法，不信佛法，别人劝他，他不但不能够接受，还要毁谤，还要骂人。若非蒙福救拔无难，以是业故，为何解脱。他告诉光目女，如果不是承蒙你来修福来救拔我所受的苦难，我现在啊一定没有办法解脱这些罪报了，一定还在地狱里面受苦了。从这段经文我们要晓得，佛门所讲的五戒当中，杀生、偷盗、淫欲、妄语，这个是性罪。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只要来犯的都是很重的罪，过去生生世世跟这一生当中，我们跟多少众生所结的冤业。
我们死了之后啊，将来都要还啊。而且我们想一想，我们要到哪一世才能够还得清楚？想得非常的可怕。因此呢，只有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往生到了净土之后呢，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呢。为何要这样子？我们将所积的一切功德来回向给无始劫以来我们自己本身的冤亲债主，来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只有这样子做，我们才能化解长久以来跟他们所结下的冤业。所以诸佛如来劝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今生今世不好好的来念佛往生西方，这口气不来，我们累生累世之前的冤亲债主，简单讲啊，还要纠缠不清啊。而且要纠缠多久？还要继续纠缠无量劫。请各位同修，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看到40页第一行下面的部分。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弟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竹白难尽。光目闻已，涕泪豪气，而白空界，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必13岁更无重罪，极力恶道。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光目女就问这个小孩，问他说：地狱里面所受的罪报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弟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称说啊。这个奴婢所生下的小孩来回答，他说啊，地狱的罪苦的事情太多太苦了，苦到我现在都不忍心跟你讲，我都不晓得如何讲。百千岁中竹白难尽，他跟光目女讲啊，如果我要把地狱里面痛苦受苦的事情讲给你听啊，要100年1000年也说不完。这个是他的母亲堕在地狱里面的亲身感受，他受到了地狱的苦有多苦，连光目女要叫他讲一下他就不忍心说了。地狱真的太苦太苦了，要讲个100年1000年都讲不完了。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就知道了，千千万万不要到地狱里面去啊。光目闻已，涕泪豪气，而白空见。光目女听到她的母亲这样子跟她讲啊，感同身受，痛哭流涕啊。因此她非常的慈悲，他就对着天空来发愿：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光目女他讲啊，首先希望我的母亲能够永远脱离地狱之苦啊，不要再回到地狱里面了。必13岁更无重罪，极力恶道。将来呢，在人世间，这个小孩子13岁以后呢，能够将罪业好好的忏悔消除掉，不要再去恶道里面
受无量的苦了。这个就是光目女，她向天来祈祷，表示这个光目女有很大的悲心呢、要来度她的母亲。请各位同修，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四十页倒数第四行第三句的地方：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思下见，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去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光目女呢，她祈求十方诸佛如来可以慈悲的哀悯她的母亲呢、救救她的母亲呢、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她说啊，请十方诸佛替我证明，听我为我的母亲要来发这个大愿呢、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思下见，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他讲啊，假如我的母亲，她将来在十三岁的时候，不要再入到恶道里面，能够脱离恶道之苦，以及他现在下贱奴婢之子的身份，甚至不要再投胎身为女人，因为他晓得当女人蛮苦的。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他又讲啊，我今天对着清净莲花目如来的佛像的前面来发愿，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罪苦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他发这个这么大的宏愿，他说从今而后啊，百千万亿劫这么长的时间之中，尽虚空法界所有世界地狱当中以及三恶道的这些罪苦众生，我都要来救他，要超拔他们。我们看看光目女发了这么一个大的宏愿，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他说啊，他要让地狱畜生恶鬼道的这些罪苦众生来脱离恶道，最后让他们都能够成佛，然后我自己才成佛道了。这个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这个就是光目女为她的母亲所发这么大的一个愿望。光目女呢，她就是地藏菩萨的前世了。
无量劫之前瓜木女就发了这个愿，可是这个愿到现在呢有没有完成？各位还没有完成呢，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都还有畜生道啊，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啊，虽然鬼道地狱道或许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可是瓜木女她所发的这个愿到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她都还没有来完成。因此呢我们要晓得啊，瓜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瓜木女发出这么大的宏愿，假如说没有她母亲这件事情，她不会来发心呐、也不会当初她来设斋供养、舍财来造佛像跟念佛。她的母亲虽然造业，她的母亲为她带来逆的增上缘呐、成就瓜木女。她以这个功德，让她的母亲永远脱离恶道，所以呢他所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名扬两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晓得，我们如果会读经啊，我们也能够以地藏菩萨所发的愿作为我们自己的本愿，那样子我们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这个功德真的不可思议啊，不但我们自己过去的父母眷属都能够永脱恶道，而且啊我们常常在讲啊，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啊，我们自己本身九代的祖先确确实实能够脱离恶道的苦。我们如果好好发这个愿，我们度众生，将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菩萨去做佛祖的时候，那么我们九代的祖先如果有在恶道的完全脱离的恶道直接升天了。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修行，好好的来发愿，为了一切众生，到头来呢这个利益功德都回向得到我们自己跟自己的祖先，跟我们累生累世之前的父母家亲眷属。请各位同兄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第41页第三行第三句的地方，发誓愿以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汝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无关汝母十三岁毕，舍此报矣，身为梵志，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果，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经文到这里是一段，这个就是孝心来感动诸佛菩萨，他在这尊佛的佛像面前来发愿，马上得到佛的显应，他听到佛的声音，佛给瓜木女讲啊，汝大慈悯，你有这样子大慈悲的怜悯心啊，普度一切众生的心，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你这个心愿就是为了你的母亲她来堕恶道的因缘你才发出来的。无关汝母十三岁毕，舍此报矣，身为梵志，寿年百岁。佛告诉他，你的母亲因为你发了这个愿，所以你的母亲业报马上转了，你的母亲将来
活到13岁的时候，他虽然要死，可是呢，他不用堕入恶道，他将来还能够得到人生，而且得的人生很殊胜，投胎去做梵志啊。梵志的意思呢，就是婆罗门教里面的修行人，他来世死了之后不堕恶道，而且还在人世中来投胎到修行人的这个行列里面，他可以继续修行。不止如此哦，他还很长寿，他的寿命可以活100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这个又讲到更殊胜了。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的母亲将来在修道当中呢，他有成就，他有殊胜的因缘，听闻到佛法，而且他肯发心来念佛，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不可计节，因为你的母亲她到了极乐世界之后呢，她的寿命就是跟阿弥陀佛一样，是等同无量寿。后成佛果，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真的是一生成佛，所以这个法门叫做当生成佛的法门啊，当生成就的法门啊。他的母亲成佛之后呢，可以广大的来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来享受天福。这个就是清净莲花目如来跟光目女讲出了他的母亲以后的一些善报。这个就是光目女的一段故事，是地藏菩萨因地之中发愿的事迹。请各位同修，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看到41页最后一行上面的部分。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福度光目者及无尽意菩萨士，光目母者及解脱菩萨士，光目女者及地藏菩萨士，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经文到这里是一段。世尊他跟定自在王菩萨讲到，当时的这位罗汉呢，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光目女的母亲呢，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而光目女呢，也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他们都是等觉菩萨。佛将地藏菩萨的事迹因缘说了出来，我们才了解到过去久远当中呢，地藏菩萨生生世世遇到这些苦的因缘，他的愿力那么的大，而且他的对象呢是净虚空遍法界苦难的众生啊。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应当要来向他学习的。底下请各位同修再来看到42页第三行第二句的地方，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
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示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经文到这里是一段。未来世中，这里所讲的未来世呢，就是指我们现在。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这个是指一般的男子女人，他不做善事，而且他来造作一些罪业的人，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这个就是讲到现在的世间啊，就是这种情形啊，都在造恶，随时随处我们都能够看到的众生一直在造这些恶业，而且现在的社会真的是太普遍了。如果他们继续再造呢，不晓得来回头，将来一定堕入三恶道。若欲以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示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告诉我们啊，能够遇到真正的善知识，而且愿意听他的教诲，我们听了之后呢，应该有所感动。一弹指间呢，讲的是时间很短，很短的时间来皈依地藏菩萨。皈呢，就是回归、回头的意思；依就是依靠。要是能够回头过来依靠地藏菩萨，他对我们的教导，而我们好好的来修行呢，我们都可以脱离三恶道的果报。我们要晓得，这部《地藏经》的经文虽然不是很短，可是呢，也不是太长。这本《地藏经》的文字并不会很深，来受持不会困难。我们能够常常来读诵，了解里面的意思呢，进一步来依教奉行，这个才是真正的皈依地藏菩萨。并不是说啊，把经文给念一念，念一遍呢，是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增长善业的这些种子啊。但是如果我们的行为呢，要是不改过自新，我们不回头，将来啊，还是要受恶报的。不是说只有诵地藏经就有功德，并不是这个样子。不过呢，将来所受的恶报会轻一点，脱离恶道的时间会快一点。我们如果进一步读了地藏经之后，又能了解当中的意思，一步一步把不好的东西习惯都改掉，慢慢的去做，慢慢的去改，将来得到的好处确实不可思议啊。下面释迦牟尼佛教我们怎么样来变不好的果报，怎么样来转果报，这段开始很重要。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看到42页倒数第二行中间的部分。若能自心归尽，即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富饮食，如是奉侍者，未来百千万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经文到这里是一段。若能自心归尽，自心就是真诚心，
没有一点点的虚妄之心，而且真心依教奉行，这个就是至心。归净呢，归就是归依，净就是沉静的意思。我们要皈依地藏菩萨，要恭恭敬敬，做到经典里面所讲的，而且没有怀疑，这个才叫做至心归敬。瞻礼赞叹，瞻礼就是供养礼拜诸佛，而赞叹的意思呢，就是为人演说。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就是在赞叹地藏菩萨；讲无量寿经，就是在赞叹阿弥陀佛。下面这些事情呢，都是表现给别人看的。这里讲到香花衣服，这个是讲供养的物品。香呢，表示的意思就是戒定慧，我们要来勤修戒定慧，代表这个意思。而花呢，花是表因果当中的因，我们来供花是提醒大家要修好因。如果我们的因殊胜，将来的果报才会殊胜。不论供养什么，都是表达敬意的。如果我们供养了之后而心不敬，就算我们来供七宝花也没有用处了。这个只是一个形象上面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呢，供养的物品当中有供花、供香等等。这里又讲到供养衣服，表示什么？表示忍辱。为何供养衣服表示忍辱呢？佛他在古时候，印度那个时候的僧团，他们3000年前穿的衣服是什么？就是一块很大的布包在身上。而佛法呢，这个僧团当年他们是弃食的制度。什么叫做弃食？吃饭要去外面托钵，穿的衣服要去跟人家要。而且呢，3000年前古时候的物资缺乏了，出家人穿的衣服是什么？就是人家不要的布丢掉了，他把它捡起来，然后呢，把好的部分修剪，拼拼凑凑，变成一件衣服。因为拼凑当中哦，每件布料的颜色不一样，所以穿起来难看，就要拿去染色，染成同样的颜色，然后再穿在身上。所以古代的出家人他们都穿染衣，染衣就是代表忍辱的意思。因此我们今天来供养衣服，就是代表忍辱。经文又讲到种种珍宝，珍宝也是表法的，世间的人都爱珍宝，有了珍宝就在他的生活上有了保障。而佛法当中的珍宝呢，就是法宝，世间之宝只能解决世间贫穷之苦啊，不能够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而佛法僧呢，这三宝能够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脱离轮回之苦，那个就是真正的宝，不是这个我们世间当中任何的宝物钱财能够相比的。祸福饮食，饮食这个东西呀，是一切世间人必须要的生活物资，包括出家修行的人也不例外。我们来对修道之人呢，要知道四世的供养，供养什么？吃的、穿的、睡的，还有医药等等，这四项的供养。
为什么要供养这些？让这些出家的修行人啊，可以安心来修道，他不要去烦恼他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睡的东西，还有他所要的医药的东西，让他可以很安心的来修行、来办道、来为我们一切大众讲解佛法。经文又讲到，如是奉事者，依照这样子来供养佛、供养地藏菩萨，又扩展去供养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能够回头觉悟。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甚妙乐，所以他未来得到这么大的福报，他的果报呢是时常在天界受甚妙乐，表示呢他享受天福了。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就算他们天福享尽了，他们来到人世间呢，还是享福报，他们当帝王。人间福报最大的就是当帝王、当领导者、当总统，所以他到人世间还是享受人间的福报。后面这句话重要，能益宿命因果本末。为什么讲这句话重要？如果不知道宿命因果的人，他一想福报啊，他就糊涂了。一糊涂啊，没有一个不造业的啦，造作罪业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呢，要知道宿命，明白因果，这些都懂了之后呢，他享福的人，他还知道要继续来修福，他的福报将来会享受不尽。请各位同修，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43页第三行第二句的地方，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记是经，广宣流布。经文到这一段，定自在王，意思就是世尊呢，他叫着定自在王菩萨的名字。今天来参加刀立大会的菩萨太多了，世尊向定自在王菩萨讲，也表示呢，他向与会的所有的菩萨讲，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佛将来他灭度之后呢，他把教化众生的使命交代给地藏菩萨，同时间呢，他也要来要求这些与会的大菩萨共同来协助地藏菩萨广大的利益众生。汝等诸菩萨，释迦牟尼佛来咐嘱这些大菩萨做一切众生的善知识，当记是经，广宣流布。佛讲啊，你们将来要把这部地藏经记住，要向一切的众生来宣传。流布是什么意思？流通散布，把这个机缘流通宣传给一切众生啊。世尊在刀立天宫的吩咐，这些菩萨呢，一定是来遵守奉行，他们都是大菩萨，法身大士，一定会来弘扬地藏经的，让一切造罪业的众生能够回头，不要堕入三恶道，永久的享受人天的福报，
这个就是地藏经的功德跟利益。而我们讲到修净土的人，我们所学的是净土的经典，净土的经典呢是来度跟守的众生，来脱离六道轮回，往生作佛。而地藏经呢它不一样，是度根性还没有熟的众生，度这一类的众生。这一类的众生呢，他并没有还要想到将来要脱离六道轮回，要出三界。可以讲啊，他念念只想到人天的福报。实在讲，这个是占大多数的人啊，现代人都是想要享福啊，享受人天的福报。因此呢，在这本地藏经里面讲的人天福报特别多啊，像这一段就是讲人天福报。我们要知道本经的用意之处。请各位同修，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看到43页倒数第四行第二句的地方。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世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释迦牟尼佛的吩咐，定自在王菩萨听到了之后呢，马上承担了下来。他说：请世尊放心，您不必再挂虑了。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参加大会的这个菩萨众非常的多，以千万亿来形容。而这位定自在王菩萨呢，他来做代表，代表无量的菩萨在世尊面前接受佛的交代，接受他的任务，必能成佛威神。这句话呢表示谦虚的，菩萨来教化众生一定是得到佛力加持，不是自己有能力来做。定自在王菩萨他是等觉菩萨，当然他自己本身就能够讲经说法，能够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而他这种做法呢，他是做给我们看的，教我们要谦虚，要礼敬。广演世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阎浮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而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示现在阎浮提呢，但是这里讲的阎浮提就是讲虚空法界的，不单单指我们这个阎浮提而已。佛对阎浮提这些众生的爱护帮助呢，跟十方世界一样，没有差别，完全是平等的，并不是佛偏心，只偏爱阎浮提的众生。这是告诉我们啊，语言不同的关系。阎浮提这个地方的众生的缘已经成熟了，所以先得度。世尊来吩咐这些大菩萨们呢，这些大菩萨们都承担了下来。而我们读了这个经典之后呢，我们也要有勇气来直下承担啊，要有这个心。我们也要加入地藏大会，成为大会当中的一份子啊。我们来学习经典，要有这种存心啊，这个就是无量的功德。读地藏经，我们在读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本身是一个外人，是一个局外人，
好像我们跟刀立天没有任何的关系，不相干。这样子我们来读经就读错了。地藏经里面殊胜的功德，这些利益我们一分都得不到。我们要肯定认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大会当中的一份子。释迦牟尼佛对这些大菩萨的吩咐，其实呢也是在交代我，我也是菩萨之一。地藏大会上面呢，如果我们是大心凡夫，我们就跟这些大菩萨也能够亲近，也能够加入他们的团体。因此读经要深入经典，要感同身受，好像释迦牟尼佛在对我们讲一样，不只是对这些菩萨讲而已。请各位同修，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43页最后第二行第三句的地方，定自在王菩萨白世尊已合掌恭敬坐礼而退。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定自在王菩萨呢，他向世尊所请教的这些部分呢，经文到了这个地方已经圆满了，然后他就恭敬的合掌，合掌之后呢，礼拜了世尊，退回去到他自己的座位了。那么我们也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的学习也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感恩各位菩萨，我们明天再来继续学习。今天感谢各位一同在此听经闻法，同沾法益，默学在此祝福各位身体健康，福慧增长，将我们今天习讲以及听经的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愿年底无灾无难，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神灵，并且回向一切灾难之中的亡灵，祈求世界和平，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最后我们一同来念回向偈，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